号称天下第一潮的大陆钱塘江，每年中秋节前后呢，都会迎来年度最佳的观潮时机。新闻最后带你一起来看，更多资讯请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吕介云，我们下次再会，祝您平安顺心。